过去研发的平价电子手写板多半有着无法储存作品或记录的遗憾。考量到消费者的需求，知名厂商 Greenboard 也推出了可上传云端储存的型号，且仅需透过手机 APP 简单操控，便能及时保留手写记录，或是分享到社群媒体，提升使用者管理、运用笔记的效率。除此之外，手写板的智能系统还能自动记录笔画轨迹，并同步归入行动装置，甚至连上色、为文件备注都难不到它，可说是功能十分齐全、强大的一款商品。想增进沟通效率或是开启无纸本笔记生活，利用电纸板进行笔谈或记录重要资讯，都是相当节省纸张浪费的方式。这款商品的尺寸相当适中，不仅方便携带，也不会太占空间。其具备基本的手写板功能，已能应付一般日常需求，更适合提供给学习期的孩童练习书写。综合各项要点来看，本品基础功能完善的表现，加上平易近人的价格，对第一次想入电子手写板的入门者相当友善，难怪会在电商平台上获得不错的销售佳绩。为了让演讲或教学更加生动活泼，不少讲师或工作者皆会利用手写板及投影设备。这款 Nuneus 研发的产品正是为了这种场合而诞生，专业表现受到许多教学者的喜爱与支持。其除了可透过 USB 亦可用蓝牙装置连接到 3C 设备来达到远程响应的功能，让使用者能在讲堂或课堂中自由移动，并与学员进行互动。多元效能不仅如此，它能够对应开启 Office、 PDF、 OneNote 等多种档案，另配置的快速键让操作更加随心所欲，加上多色显示、保留修改记录等功能，皆是备受好评的原因。现代家长为了守护孩子的视力，并同时秉持环保意念，故纷纷改用电子手写板，提供孩童与众不同的创作天地。不过市面上采用彩色显示器的厂商并不多。Greenboard 是国内研发电纸板的专家，这款使用独特的液晶显示器能在面板上显示缤纷色调，非常适合运用在绘画上。此外，本品外壳结合有趣的动物造型，更加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。若想长时间保存孩子的画作，也只需要按下锁定键，便不怕独一无二的创意被清除。由小米出品的电子商品素来拥有平时价格与良好外形的特色，这款商品承袭品牌一贯的简约风格，市面少见的白色机壳相当的出众，搭配单一按键便能轻松启动。另外，它的侧边配置了电池收纳仓以及预防失误清除的锁定键，同时还有磁铁可帮助吸附搭配的手写触碰笔，不怕配件容易遗失的问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品尺寸略大，却因轻薄的机身而相对减少了机体重量，不管是出差提案或是搭配底架变成店家的广告看板，皆非常实用。 Boogie Board 可说是相当知名的电纸板领导品牌，旗下商品以创新的高规格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。本商品来自美国原装进口，约莫为 A4 大小的14寸萤幕提供充足的书写空间，让人能尽情挥洒无限创意。独特的是，本品具备透视临摹的功能，可依需求放置不同的背景卡，方便制作表格、图表等资料。此外，它还能够进行局部擦除，只要利用触碰笔的顶端便能进行细节的修饰，整体直觉式的简易操作，相信能让习惯纸本的新手无痛转换。随着科技的发达，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电子阅读器以取代纸本阅读，并减轻包包中的重量。这款商品拥有防蓝光的 Ink 电子纸面板，提供使用者舒适的阅读及书写性，宛如在实体纸张上写字的笔触感相当真实。而多笔刷、粗细调整及橡皮擦等多项内建工具，足以满足不同需求。此外，
本品可对应多种档案，在写完笔记资料之后可直接储存，更有分类管理的功能，方便使用者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的档案。只是对没有阅读电子书习惯的人来说，可能会觉得本品有些大材小用。本商品拥有台湾设计制造的好品质，厂商特别与知名品牌联名，以逗趣缤纷的卡通插图为手写板增添美丽外观，而其采用无毒环保材质来制作机体，可取代白板或黑板使用，免除了有毒粉尘的疑虑。顺带一提，它的机器本身并非扁平的四方形，略有弧度的设计能安心地摆放在桌上，并且可利用手写笔当支架稳固支撑。不过粉嫩的颜色与可爱的图案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，喜爱中性风格或欲使用在正式工作场合的人可能需参考其他款。正在寻找高规格商品的朋友，欢迎参考这款来自 ViewSonic 推出的手写触控板。该厂商以优质的液晶萤幕闻名世界，旗下研发的办公室产品也相当多元。本商品搭载品牌高解析度的显示器，精细且灵敏的感应度，甚至可辨别笔触的深浅变化，无论书写或绘图皆有助提高辨识度，让人随心所欲地在电子纸上进行创作。不过高品质的装置与质感也反映在成本及售价上，相较于其他商品，其在入手难度方面会比较高一些，喜欢的人请多加斟酌自己的预算咯。喜欢使用手写输入法的朋友，可别错过这款智慧商品。它不仅支援一般电脑，也可以透过 USB 界面连接手机等电子产品，且支援 Line、FB、Skype 等常见的社交媒体，及时传送笔记讯息给对方，加快沟通速度。此外，本品可切换成签名模式，遇到需署名的文件、合约，便能迅速完成签合。唯独请留意，本商品因萤幕尺寸有限，一次约可写入20个中文字，较适合当成 memo 或传递讯息使用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